你傻小子，是我呀！哎呦，哎呦嚯，哎呦嚯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爸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的事儿啊，你根本瞒不住我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的眼睛那就是照妖镜。这是不是那个大致的公司？啊，爸，你没事吧？他那钱是不是出事了？我上个厕所，回来，我憋不住。尿裤子里，你就别瞒我了。我给你那个私房钱。 他是不是没了？爸，你都从哪儿听说的？是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你就说是还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爸难的是经过风浪的人，这个事儿啊，我挺得住。你告诉我，你鞋的钱可能真受不回来了。真的？对不住了。哎呀，爸，你不是经得住风浪吗？爸，哎呦！ 爸，爸，老李，爸，你要是能听到我说话，你就点点头吧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 老李在这是招惹谁了？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？情况不太好，如果持续醒不过来的话，会造成偏瘫，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。这么严重吗？先留院观察几天吧。啊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万振雷呢？ 叫来，我要问问他，你爸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？他还在楼下缴费呢。去叫他！好，妈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叫他。<笑> 你说什么？你把贝贝给你买的车，还有老李的私房钱，全都弄没了。主要，前期收益特别好，真特别好。后期就追加了一点，我也没想到爸攒私房钱能攒这么多呀。怎么着？你被人骗了，还嫌你老丈人钱多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 一天到晚就挣个盒饭的钱，你还玩投资？振雷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说你会好好开车，你也说过你不会再去想那些要挣大钱的美梦了。你自己算算，前前后后你已经赔进去2辆车了，你现在把爸爸的钱也赔进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贝贝，我这不是也是想能给家里多挣点是点。 光开车，我这能挣多少？李贝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当初偷了户口本也要嫁的男人，他就这德行！是，这就是我要找的男人，是我瞎了眼，行了吧？你还跟我吼！妈，我咱不吵了，妈，这事怪我啊，是我的错误，是我把事情搞砸了，我不对。妈，但说白了，我这出发点不也是为了咱们家吗？妈，我知道，爸弄成现在这样。 你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但我这确实是真心办坏事儿。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，你的好心我们李家承受不起，收回去。妈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妈，你别，贝贝，你帮我劝劝吧好吗？你走，贝贝，你给我走，我不想看到你走啊！贝贝，我错了啊，我刚刚是没说好，我你把门开开，我重新说一遍行吗？贝贝啊，贝贝。 哎呀，贝贝，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老李要是醒不过来，我跟你没完！滚蛋！妈，你别激动啊，我错了。贝贝，你把门开开吗？你别说话，我不想见到你走啊！哎呀，贝贝，我，你把门开开。先生，先生。
请您保持安静，这里是医院。我怎么安静啊？这火烧没了都。您这样会